烟波浩渺，似蓬莱仙境奇景；岛峰雄峻，如海上岱岳至尊。这里居长江出海之险要，古越先民涉水而居，鱼盐兴业，香火传承。这里得古今航路之便利，灯塔屹立，照引前行。浩歌嘹亮，祈愿太平。这里就是浙江岱山，一颗久经大浪淘沙的东海明珠，在新时代的潮涌中更加绽放光华。岱山县隶属于浙江省舟山市，所辖600余岛礁，俯瞰如明珠洒落，星罗棋布；远眺探山海奇景，飘渺如幻，自古即有东海蓬莱之称。岱山曾有唐代石碑出土，确证当时此地已设蓬莱乡建制。但岱山之名始自何时，又因何而来？古时这里作为海外偏域，一直无文人关注与考究。直到清末民初，当地一位名士汤俊才着手寻访修治。在东沙古镇的汤家老宅，门额上的文魁二字分外显赫。清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拔贡的考试中，岱山学子汤俊高中头名，相当于在保送生中名列第一。民国时，汤俊回乡兴学，并编修了岱山第一部方志《岱山镇志》。他慧眼识珠，及时踏下唐代程夫人墓的墓志铭，使得后来原碑虽丢失，珍贵拓片却得以留存，如今珍藏在舟山博物馆。岱山地名之考证颇费周折，现存史料中最早的岱山记录为南宋乾道四明图经。当时蓬莱乡有一座岱山陈大王庙，另有东西岱山的地名。此后历代史志以岱山为名的记载开始更多出现。北宋熙宁时，朝廷设岱山巡检寨并监管盐场，正式列入官方区划。直到明代蓬莱乡行政区划被撤销，岱山逐步成为整个区域的地名。然而岱山这个名字因何而来，历代史志却都语焉不详。元代大德昌国州图志中推测，或许与传说中的五座仙山之一岱宇有关。汤俊认为此与东海蓬莱的古称相关，颇具合理性，因而也采用了这一说法。岱山县文联副主席何仁岳几十年来一直在探寻岱山的历史文化印记。可直到今天，他对岱山地名的出处还有许多困惑。想到说的，据舟山群岛地名文化工作室主任王建富考证，岱山名称起源还有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山形比较高大，这个海岛比较大，有航海者认为它是
海中的泰山岱岳，是这么一个名称，可能说是比较山高大的角度来说的。另一种说法则留有明确文字记述，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日本和尚成寻入宋，一路写下日记，成书名为《参天台五台山记》。在其中，岱山是记作口袋的岱。当时的岱山也分为两个岛，一个叫东岱山，一个叫西岱山。它的地形呢，是不是像一个口袋一样的？哎，这个可能是跟这个地形，我们海岛有很多是象形来命名的。无论渊源变迁，从蓬莱到岱山，满含的都是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也是耕海踏浪、拓岛垦荒的希冀所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岱山于1953年正式升级设县，古老海岛由此涅槃，开启了更为壮阔的历史航程。在岱山的岛礁山丘间，所蕴藏的文明记忆远比文字更为久远。20世纪70年代起，这里先后发掘出距今5000多年前的多处人居遗存。这些陶罐陶鼎，其风格特征多与余姚河姆渡文化同出一源。各种器皿工具不由让人叹服先民走向海洋的无畏勇气。先秦两汉时期，江浙地区外向通海的雏形已现。岱山处舟山本岛和胜寺列岛之间，是长江出海的水域要冲。此间历代史志都记有徐福先抵岱山然后东渡的传书。在日本文献中，岱山诸岛也被多次提及。奈良时代的典籍《唐大和尚东征传》就记述唐朝高僧鉴真大师第二次东渡遇险，幸在岱山海域一座叫桑石山的小岛获救。当地至今也有豺狼救高僧的民间故事。历史沧桑中，岱山也曾有过血火征战的深深印记。岱山县长途镇一块沧桑石碑记述了一个刚烈故事。嘉靖年间，倭寇来袭，霸占了渔民唯一的一口水潭，三位渔家女奋起抗争，最终投海自尽。之后戚家军驱除倭寇，从此这口井碑名为平倭井，渔民们立下石碑永志纪念。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又成为海上游击战的重要区域。枪死他们了，有3个战士拿下这2颗子弹，炸死同铁中同个渔警所以同志们同学们，这个景是非常伟大的。每年清明，林通宇老人都要来到这座纪念碑下。30多年来，他一直在努力还原一场海上战斗的悲壮全景。1944年夏，新四军准备在大屿山岛建立根据地，遭到日军大举反扑。76位勇士浴血奋战，子弹打光拼刺刀，枪托报废用石头，最终因寡不敌众，除了部分跳海脱险，43位勇士壮烈牺牲。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林通宇汇集了数十万字的文字史料和上百幅照片，撰写出详尽的纪实作品，以昭示后人，激励奋进。悠悠历史长河，塑造岱山风骨，有披波历险的无畏，有通达四海的开放，有不惧强蛮的坚韧。人们守望家园，祈愿美满，潮起潮落，生生不息。这是岱山一年中最隆重的时刻，也是久远的传统。面对赖以生存的大海，人们以休渔后的盛大礼仪来表达感恩和祈福。岱山海域自古为优良渔场，盛产数百种鱼虾蟹贝。康熙至乾隆年间，这里曾呈现千船竞发的空前景象。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岱山以3000多艘机动帆船的规模进入全国十大重点渔业县之列。耕海为业，也孕育出独特的民俗文化。邱红芳正在忙碌的非遗保护项目，就是要在寻找小时候熟悉的一种声音。渔民号子是劳作的抒怀，也是协作的号令，抑扬顿挫间凝聚同心向前的。岱山岛群分散，方言复杂，渔民号子类型之丰富在浙东沿海极具代表性。在船上有什么样的工序，就有什么样的号子，可以包括八棚号子、七毛号子、摇橹号子、打水膏号子、抬船号子等等，号子的形式是非常多。通过号子的演唱，使这个所有参加这个劳动、这道工序劳动的人步调一致，劲往一处使。2008年，由岱山县申请，舟山渔民号子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随着渔业现代化，原始劳作方式消失，古老的号子也面临传承危机。对此，邱红芳和同事们还在付出更多努力。比方说建立一些这个传承基地，把我们渔民号子进入课堂，让小孩子们从小学习感受他们的前辈祖先在闯海过程当中所经历的一些苦和难。行走岱山，百年老鱼市是海鲜爱好者的天堂。古镇弄堂流水席，彰显海岛人齐心和睦之道。金山龙库的渔民服装尽展劳作质朴之美，而最闻名的特产居然是这种出奇坚硬、极费牙口的米糕。旧时渔民出海，粮食难以储存，生活极为艰苦。
后来林继法等先辈匠人几经琢磨，在蒸米糕中增加烤制烘焙工艺，使之久放不腐，后以渔女抗倭的故事命名为倭锦坛硬糕，相当于现代的这个压缩饼干，能够把那个硬糕不添加任何添加剂跟防腐剂的状态下能够存放到半年以上，这样子的话是很受这个渔民兄弟的这个欢迎。来来来，吃硬糕，吃硬糕。来，时至今日，硬糕早已不再是出海必须，但人们无论年节还是小聚，还是习惯要品味一番，不舍的是那满满的回忆和浓浓的乡情。自古以来，岱山还有着大海的另一馈赠。岱山镇志中写道，岱山出产以盐为大宗，故守制盐物。古法制海盐是在滩泥中刮出盐卤，冲淋成卤水，再围灶蒸煮。素以婉约著称的宋代词人刘永曾在现在的舟山担任盐监，他目睹盐民们顶烈日曝晒，忍烟火熏燎的百般艰辛，深为感叹，写下少有的现实风格诗作《竹海歌》。年年春夏朝迎古，朝飞花泥成岛屿，风来日报盐未加，诗坏朝歌流成毒。岱山盐业曾立千年之盛，而今虽在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趋势下已逐步减产淡出，但是古老的积淀并不会因此消失。目前岱山已建起盐业博物馆，海盐晒制技艺也进入非遗名录。我们的确现在是人还是很怀念很怀念，那政府嘛也在要把那个盐业成为一个这个文化记忆的历史啊，也把这个记忆流传下去。依海而栖，因海而兴，大海护佑了岱山的生息繁衍，也锻造了这方人的性格特质。搏击风浪的生死与共，躬耕盐田的坚忍勤朴，都已凝成丰厚的精神底色，累积不辍，代代传扬。船行海上，夜色茫茫，忽然间远处一丝灯火隐约闪现，那是海上的灯塔，曾护佑过无数次的出航和回家。这是一座全国独有的博物馆，原始的油灯雾中，老旧的汽笛电机，都让人体会到暗夜风浪中那种指引的力量。灯塔也是岱山的宝贵遗产和沧桑印记。清末，英国人控制清朝海关，为航运利益开始修建近代化灯塔，舟山海域最为密集。此后不同年代，这里作为航运要冲，灯塔建设始终未断。至今岱山境内还在运行的灯塔有七座，百龄以上的有三座。1989年它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2006年被浙江省评为最具影响力的劳模。这幅照片的主人公是全国劳模叶中央，他的祖父从清末守塔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如今叶超群又成为新一代灯塔工，
前后五代人延续上百年。叶敬虎是叶家守塔的第四代人，这是他第一次带儿子叶超群到下三星灯塔，这里掩藏着叶家的一段往事。灯塔一般建在离岸远、地势高的孤岛荒郊。过去在岱山，守塔人被叫做海和尚，那种与世隔绝，一般人很难想象。叶敬虎从小跟父亲叶中央上塔，记忆中的第一件事是忍饥挨饿。一刮风，那个船说半个月、一个月都不来一趟了，所以我们这里经常没得吃的。我们吃的水基本上都是房顶上的靠下雨储存下来的水。我小时候也感觉也是这样子的。守塔人要承受的远不只是孤单寂寞。叶中央的父亲在守塔时救人牺牲，妻子与小女儿在他春节值班时上岛探望，却不幸因风暴遇难。但是儿子长大后，叶中央仍希望他当灯塔工。我爸那年叫我上来守灯塔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讲，你对灯塔有特殊的情在那里，对吧？那为了是不让别人就发生像我们家的这种悲剧，是吧？就守塔就这种特殊意义存在，是吧？因为你把灯守亮的话，就保证了就是航海人的安全，是吧？如今第五代人叶超群已加入到守塔行列，听父亲讲述着家族的历史与传承，这份使命感在他心里更重了。真的是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你会发现这份工作有它不一样的意义存在。现在灯塔对我来说是一种可以说是给人希望的这样一个工作。至今叶家五代人守过12座灯塔，护航面积超过2000平方千米。今天的岱山灯塔已经有了完备的交通和生活条件，多数实现了无人值守。尽管现代导航技术日益发达，古老的灯塔却依然有自己的价值和使命。岱山的水域也比较特殊，它岛屿众多，地理位置也比较重要，有这么多的灯塔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一些作用。同时在特定的水域和一些临海基点上、岛屿上建立灯塔，也就宣示了这个国家的一种主权的象征，维护了国家的海洋权益。2019年11月，叶家第六代呱呱坠地，在孩子出生前家里提前取了小名，如果是女孩叫登登，男孩就叫塔塔。谁也不知道塔塔在20几年后会不会成为叶家第六代守塔人。大家明白，社会不断发展，下一代也有更多选择，但百年守塔的尽责与坚守，这道精神根脉还会接续下去。岱渠诸岛如颗颗明珠洒落东海，自古人居迁徙，物流运转唯靠舟船往来。然而天有雨晴，海有风浪，孤岛的出行之艰、闭塞之苦，伴随在一代代人的记忆中。我们小时候啊，出去是很不方便，春天特别是雾天，然后是冬天还遇到季风，这两个遇到你基本上全是涂掉的。都也分工，就像我们搞工程一样，都。直到考上大学，走出海岛，文学才第一次见到高速公路、城际高铁这些新鲜事物。2007年，得知岱山已经启动跨海连岛工程的消息，他动员同为建筑师的妻子回家乡应聘，参与这一改变海岛历史的宏大工程。
进入新世纪，跨海大桥已经成为中国强大基建能力的标志。但在岱山，与以往近岸水域建桥不同，这里与外海相连，年均台风六次，季风期长达半年，地质水文条件极为复杂。这样的环境考验着建设者的智慧与创造。关山大桥是国内为数不多的采用隧道锚结构的跨海悬索桥，大幅度减少海底土方掘进量。虞山大桥首推陆上预制、海上装配的全栈桥工作模式，有效化解外海环境的不利影响。秀山大桥的建设更是攻克了多项罕见技术难题。海底都是裸岩，俗称光板岩，没有覆盖层，这个水流速比较大，能达4米每秒，流向比较复杂。第一个就是我们海中这个平台如何搭设，钢管桩无法生根，这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海中这个钢桅堰，如何设计，如何下放，如何锚固，这些都是难题。第三个难点就是我们要在海里挖一个相当于小型足球场地这么大面积、深度有16米多的一个坑，这个在国内也是首次，付出的努力啊，比其他的桥都要多几倍几倍的。筚路蓝缕，栉风沐雨。十几年间，岱山一线之域已建起4座跨海大桥，总长超过14千米，在全国罕见。俯瞰之下，它们如一条神奇的银链，把岱山各大主岛连成一体。昔日搏击风浪，行舟艰险，今朝长虹飞驾，极目通途。在岱山，与踏浪而起的跨海大桥几乎同步，另一项重大建设也在改写海岛历史。在过去岁月里，岱山虽地处黄金水道，却长期以原始渔盐为业，现代港口物流几乎为零。2016年起，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等一批国家级规划陆续实施，岱山因其地理优势被列为重要节点而获得赋能。新的放运枢纽大港选定在一个之前默默无闻的荒僻小岛蜀浪湖。刘雄波是岱山蜀浪湖码头的第一批建设者。刚来时，这里只有满目流沙和两个孤零零的石桩。多年来，他亲身参与过第一斗矿砂的装卸，第一艘40万吨巨轮的接运。时至今日，国内7座最高吨级的铁矿石码头，蜀浪湖就有2座，累计吞吐量超1.5亿吨。我来蜀浪湖已经有6年了，见证了从打下第一根桩到目前的码头的迅速发展，抵港船舶不断增多，相信未来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不断提高我们的质量、效率，未来的蜀浪湖会更加的美好。跨海大桥飞架如虹，矿运新港吞吐如龙。今天的岱山，千百年的原始业态面貌得以彻底蜕变。大交通、大物流带动现代产业升级的新格局已然成型。宏图绘就，筑基未来，厚积薄发，腾飞可期。清涛拍岸，碧水金沙，在岱山各岛的海滩上，这样的身影出现得越来越多。他们是守护家乡生态环境的志愿者。啊，这也有一大块，哎，是是是。
何丽是岱山环保志愿组织的发起人，几年前回乡搞民宿创业，期间出于对海景生态的关注，引发出做公益环保的想法。环境保护。作为渔业大县，却率先开始减船降产。从2016年至今，已拆解渔船超过300艘，意在涵养海洋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同时，着意打造以环保为核心的新型渔业产业链。舟山海域以水产丰饶名闻天下。鲜嫩肥美的大黄鱼就是标志性特产。岱山周边出产的岱渠族大黄鱼更为其中上品。然而，在经历20世纪60、70年代的过度捕捞之后，资源日益枯竭，甚至很多70后、80后的年轻渔民，只是在父辈口中听到过大黄鱼。反思过后，岱山人开始摸索一条环鱼与海的新道路，人工繁育大黄鱼苗，再放归大海，努力恢复往日的生态与生机。于吉红是这个项目的第一任负责人。都是这个保啊，很难的，技术上没有搞过的，因为我们捕捉了以后，它毛多有死亡的，是吧？所以我们动了很多的脑筋，动里面也去养狗。往乡里向面也去养狗，最后到鱼苗区里向养鸡，最后是成功了。岱山还与相关高校合作科研，大黄鱼规模养殖新技术被列入国家863计划。如今，渔场中又传出大黄鱼群熟悉的咕咕声，透鲜丰美的老味道又回到渔家餐桌。这条鱼至少有1.5斤左右。我们宁波人、舟山人这边过年一定要吃大黄鱼的。而且以前毛脚女婿上门的时候，就拎了2条大黄鱼去给那个孝敬丈母娘的。岱山不仅致力于环境生态的维护、产业生态的升级，还在培育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态。减船休渔，退盐还滩。但千百年的传统并未消亡，这些记忆中的符号换了新的形态，依然在接续与光大。17岁出海打鱼，风里浪里十几年的赵行法，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中国海洋渔业博物馆馆长。这个部队过渡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个馆是很稀罕。已经达到高价值。在东沙古镇的这座民宅式博物馆里，陈列着他30多年来的收藏：渔船网具、珍稀标本，小到一颗铁钉都有故事，
浓缩的是一部与海共生的人居史。17岁的时候，才将下海捕捞这个生产的时候了，发现渔业生产那个投入大、风险大、淘汰快，所以说想把这些换下来的设备、仪器、生活工具、用具保留下来，转化为藏品。有些藏品看起来很普通，实际上分析起来、研究起来的话，已经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我相信，随着时机推移，这个渔业的藏品会更加显得珍贵。至今，在政府大力倡导扶持下，岱山已有公立或民办的博物馆10多座，按人口比例在全国遥居前列。台风博物馆、岛礁博物馆、海防博物馆、渔业博物馆，从自然造化、天地神奇，到暮海耕岩、烟火不息，岱山博物馆群既是对海洋的敬意，也是对历史的铭记，早已融入今日岱山的生态文化，成为亮丽名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正一步步化为现实图景，必将惠及当下，福泽后世。海之东，岱之宇，曾历劈波探险，曾聚八方来航，几千年风浪断就坚韧豪情，一代代艰辛换得渔盐兴旺。跨入新时代的岱山又一次扬帆起航，侨港筑基，生态兴业，灯塔不灭，再续华章。一往昔看今朝，仙山奇景仍如幻，大美家园已成真。东海之滨，明珠璀璨，岱山新岩更占芳华。